乃万岁爷钦定的昭定司掌印，对内执掌内廷，对外监察百官，我就是万岁爷的眼，万岁爷的手，你说我够不够资格？说起疼，娘娘应该清楚奴才的手段，奴才想让人疼有上百种法子。校长爷，您逾矩了，你们能奈我何？也配跟我的规矩？接下来我怎么说，你怎么说？小长爷，你不是以下犯上了，滚！